我已经死去。关于你爸妈的事情，必须要告诉你。黄雀石大桥垮塌之后，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。这不是我爸爸，我爸爸不是长这个样子的。我想要真相，你忍得我爸爸？那是秋天嘛，那天半夜我值班，我就看到你爸爸了，你爸爸看上去还很恼火。我妈妈说你在家里，他们吵起来了那天，就是爸爸被杀了那天。小雨以后就是我背地女儿。我是杀害我爸爸的人。你真的不要走我那条路，这是条私人走的路。我必须知道完整的真相。人都已经死了，你回去找死去。爸爸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不是他？